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今天又是天气晴朗的一天，万里无云，看看，哇，全都是蓝色的。好嘞，好嘞，我们进来看看一个在奶奶抹135万的房到底会长得什么样，进来看看。嘿，进来房子看看。厨房好漂亮呀，这里还是调高的，还有两个天窗，超级大的这个后拉门，非常亮堂，天然气壁炉，还有好漂亮的灯啊，贝塔斯，两个洗手盆，完天然气的壁炉，啊，高级的洗碗盆，应该是洗碗机吧？哇塞！哇哦，那个隐秘的 closet， 蛮大的哈，你看，看看海景。漂亮，主卧还有一个书扇，主卫生间，装盆，淋浴，可以来看看这个四人露台。还有地暖，就这个可以炒这个烤羊肉串吗？哇，一面吃羊肉串一面看看海景。今天没有办法让大家看看这个后面的出租单元，有两个卧室的一个出租单元，那下次有空你们过来这边看看，下周是 open house。 好嘞，那我们再聊，如果有在想在奶奶抹看房，想了解奶奶抹地产的，记得找我们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